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清凉大师的介绍第二段声明。前面我们讲到地这个字有两个意思，有地实神地这两个意思。在第一个意思里面，清凉大师这个文字虽然不多，实在讲呢，字字句句都非常重要告诉我们宇宙万有的真相这个地实就是真相。这是从境界上来说的那么这个境界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就是本性，就是真如。所谓识呢，实在讲识就是心性的起用，不过这个作用呢带着迷然的一分法相中称为阿赖耶识，真妄合合而不是纯真。纯真完全与法性相应这个带着一分这个妄识这个就是变成阿赖耶了。诸佛与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它起作用就是现实所以识觉悟的人明了他不会把它断掉，如果断掉了那慈悲就没有了为什么呢？要是断掉的话了，他就不能到九法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在觉悟的人来说，迷悟是一，迷雾没有障碍这个才是大乘法里面，尤其像华严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迷雾不二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跟二乘讲的偏真涅槃呢完全不相同如果没有阿赖耶呢，那等于说不会起作，不起作用，有体无用所以这个现实它是有体有用，活活泼泼能这个应化一切众生。大师后面这几句话是为如所说相如所说正如华严经里面前面所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
世界品，尤其是在第一品里面说的最多的啊，世主妙严品啊，这个里面所说的那都是地势啊，句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不是虚幻的啊，不是想象的啊，他讲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像我们世间讲的文学作品啊，未必是真实，佛所说的通通是事实真相啊，你要知道真正晓得他所讲的事实真相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心理情绪一定不相同啊，像地藏经上讲的地狱是事实啊，绝不是佛啊故意说这些来吓唬人啊，劝人不要做坏事，不是的，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所以佛的言语如语啊，真语摄语如语啊，如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说的跟事实完全一样，不加一点点，也不减少一点点，真正讲到不增不减啊，所以这个是这信佛不容易啊啊，不是说我们现在哦皈依三宝了，或者是出了家了，那就有。不见得是幸福啊！相信这个经论上字字句句都是事实真相，才叫幸福啊！不相舍利，真实故，决定故啊！什么时候不相舍利呢？能说所说是一样的啊，能所是一，不是二啊。啊，能不舍利所，所不舍利能呢？啊，这真实决定。啊，这后面给我们说出了啊，这个不相舍离，真实决定。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事出世二种因果啊，世间的因果苦集，出世间的因果灭道啊，这两种因果必无虚妄，不可差失啊，佛说是真的，绝对不是虚妄。那么换一句话去，什么叫不可差失？差是偏差，事实错误啊，决定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就是决定没有差失啊。谁能够相信？那真的像这个外国宗教里面所说的，啊，信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唯有真正信的人，他才依教奉行，啊，所以信不信，用什么做标准呢？这从前李老师教导我。用心，你有没有做到？你做到了，你相信；你没有做到，你不相信。啊，真正相信，一定做到。啊，所以信与不信呢，标准在这里啊。再说，在行证，啊，不在解，啊，信解，啊，这个能解的信叫真信。啊，那不算是迷信，但是要行，行才是真的相信。
啊，真信，你才会有果报啊！啊，那个果报就是真，啊，真就是果现果德现象。那么第二呢，再讲神地，啊，神地这是智慧，此就智明，啊，这是真的真实智慧。为什么呢？你见到明了事实真相，啊，就事实真相来讲呢，那是第十；就你明了事实真相来说呢，哎，这叫神地。啊，所以我在前面说过，啊，第十是发心，啊，法相；神地呀是佛性，啊，是觉相，啊，真正觉悟了，甚至观故，观彼呀，神不虚空。甚至无漏的真实智慧呀，啊！啊，这个《大乘经》佛常常讲，自信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从外来的，是自信的本有的。换句话说，那是性德。啊，性之能。它能现象，啊，能现象呢，那是性之能，智慧德相是性之德，都是自信本来具足。自信是体呀，啊，这个经上称为法性呐，法性是一切法之体呀，啊，法性的本能，啊，它能现象，那个相就是性，性变成了相分，所以它这个相，这个现象里头啊，它具足了性能。这个性能就是见闻觉知，所以一切诸法都有见闻觉知啊！啊，一些动物有，这个大家知道；植物有，啊，这还容易观察得到；矿物有，哦，那你就很难观察了。矿物有，不但矿物有，连虚空它都有。所以佛在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啊，因心成体啊。啊，微尘是很小很小的物质啊，啊，不能再小了，小到不能再小了。啊，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佛说。阿罗汉能看到微尘，啊，阿罗汉的天眼，换一句话说，超过六道。六道里面的人呢，就是飞翔飞飞翔天呢，他们那个天眼也看不到微尘，阿罗汉能看到，啊，但是还有比微尘更小的，色聚即微，阿罗汉看不见。化身三贤位的菩萨能看见，啊，这一真法界的了，舍住舍行舍回向，啊，还有比色聚即微更小的，叫即微之微，啊，没有比这个更小的，即微之微呀，啊，
谁能看到？地上菩萨能看到。啊，这个天眼真的越往上，天眼越高明啊！啊，极其微细的东西，他能看到。啊，那么这讲未成。现在，外国的科学家，啊，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其中就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们在这里思维观察宇宙的起源。啊，那么近代有很多科学家几乎都同意一种说法，就是宇宙的起源于大爆炸。啊，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察，宇宙现在还在膨胀。像爆炸的时候它还在不断在膨胀，那么这个爆炸的原点是什么呢？什么东西爆炸出来变成了宇宙呢？这用数学，这很高深的数学，啊，得到了一个结论，宇宙的原点是很小的物质，但是这个物质啊，一爆炸的时候就变成整个宇宙。换一句话说，在没有爆炸之前，这个宇宙浓缩成一点，啊，这个点究竟有多大呢？很难讲啊。啊，他说这我们人的头发很细啊。啊，假设我们把头发放大，啊，头发变成这么粗，啊，这长长一根头发，把这个头发从当中切断，这么切断，一刀切断，切断之后这变成一个平面呢，这个平面的直径，啊，直径，这一条线直径，这个直径上排宇宙的原点，可以排多少个呢？啊，这科学家算出来的。可以排100万亿亿亿，啊，100万个亿亿亿，一根头发的切断的这个面的直径上排这么多，那我们怎么能看见？现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看不到。它是真的爆炸出来的，啊！而且现在有个说法，就是它不是讲进化了，不是讲逐步了，讲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呢，跟佛经里讲的一样，啊，唯心所现的是一时顿现的，啊，决定不是由这个先后。次第慢慢好像这个形成的没有，通通是一时顿现。楞严经上所讲的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他们现在发现说有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科学进步对于佛经上有一些东西，关于物理方面的东西，慢慢证明。但这佛讲的没错，真的是真实决定的。啊，可是还没有方法像佛经上讲的那么样的明晰，啊，他说不出来。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前面读到，啊，这微尘呢，微尘里头有世界啊。那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了，啊，谁能够入微尘世界里面去参观访问呢？啊，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啊，那我们晓得普贤就是本觉菩萨。啊，也许我们在经上得的这个讯息，啊，大概八地菩萨了，就有这个能力了。啊，八地，他看到阿赖耶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这是我们一般讲身位的菩萨，普贤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啊，自由自在的去访问微尘里面的世界，啊，那个微尘无量无边呐，你想想看，一根头发的直径，啊，切断的直径，就有100万个亿亿亿，啊，那一根头发的这个整个的平面那得了啊，那个容纳的数字我们就没有法子形容了啊，这个直径是一条线呐，啊，这一根头发了啊，这一根长头发你能够切成多少个这个平面呢？没法子说啊。真的是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啊，这是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宇宙的奥秘，啊，那么在法性里面，法性没有大小，啊，所以那一点点小它不算小，整个宇宙也不算大，它没有大小，没有对立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啊，发现没有对立，没有远近，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在面前，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所以叫一真啊，一就是不二啊。二就是对立了，啊，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大乘，要想入佛境界，佛是什么境界？佛是不二，啊，如果你把你内心里头，啊，二是什么？二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叫二，把自性里面，啊，这些东西化解了，消除了，入不二境界了，那你就入了佛境界了，啊，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刚刚入不二法门了，所以你还有二，你入不了一真法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只要你有对立的念头，啊，我跟人对立，性跟相对立，离跟事对立，因跟果对立，那你就反复，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真相。但是我要问你，心相有没有呢？有。事理有没有呢？有。因果有没有呢？有。啊，这个自他有没有呢？有。那是第十啊，他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但是那个第十是什么？第十是一，不是二啊。
啊，告诉你，性相是有，有性有相，性相不二，离世不二，因果不二，自他不二，众生跟佛不二，生佛不二。我们什么时候能入这个境界，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对了。啊，只要你入这个境界，佛的所有一切经教摆在你面前，你就通了。为什么呢？是你自信流露的。啊，不但佛经通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通了。为什么呢？全是自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你哪有不通达的道理？所以佛法里讲啊，无私智，没有老师的，自然自这个智慧呀、啊，自然智，通通现前了。所以真正的这个病根呢、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病根呐、啊。啊，诸佛菩萨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希望我们在那觉悟，把这个放下。你放下一分，你得一分利益；放下两分，得两分利益。啊，菩萨的戒位不是别的，就是看放下多少。啊，我们讲最低的戒位，是信位。啊，放下一分，粗信位的菩萨。放下两分呢，二性位的菩萨；放下十分呢，十性位的菩萨。啊，然后再进入一个阶段。啊，又分十个等级，啊，放下一分，啊，初住位菩萨；放下两分，二住菩萨。放下三分，三住菩萨，就这样慢慢往上提升了。你不肯放下就完了，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果然参透了，大乘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看破放下而已呀。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辗转相辅相成，一直到究竟果地，啊，所以我一生念念不忘张家大师，这他教给我的，啊，师生有缘遇到了，老师一丝毫隐瞒都没有，真的一见面是和盘托出，啊，通通都传给你了，啊，老师都是这么慈悲，学生有成就的有不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你肯不肯听话，你肯不肯依教奉行？啊，你要肯听话，肯依教奉行，个个成就啊！啊，凡是遇到真善之时，不能成就的，没有别的，就是个不老实。啊，对老师所教导的，没有认真去做。
甚至还把老师的意思解错了，啊，这个很普通啊，很多啊，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虽然出家了，啊，一生没有离开寺院，没有离开佛菩萨，没有离开经教，但是还是一样搞六道轮回，就可惜。我们再看底下啊，这个清凉大师给我们鉴别，哎，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凡夫虽有苦集而不生地，啊，不生时，不得成地呀。啊，凡夫真的有苦啊，有集啊，啊，苦是果，现在受的这个六道的苦果，集是造业，起惑造业。这个事是真有啊，真有怎么样？他不知道，不生时啊。我们注意要看着这个生时啊，生时是觉啊，所以这个苦集不能成地啊，他有苦集。他不能成地，无道甚至神之禁锢，故名甚地。啊，无道是没有颠倒啊，啊，也就是无漏的意思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啊，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现前。所以对于苦集灭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这个才称之为地啊。凡夫虽然有，有你不知道，不称地啊，知道这才称地啊。所以这个地上加一个圣字，道理在此地啊。凡夫虽然有，他不知道啊，圣人知道清清楚楚啊，有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称地。故于切九十五云，这是引证于切四谛论啊。这部书有一百卷，九十五就是第九十五卷啊，里面所说的有二缘故名地啊，这有两种缘呢 啊这两种缘是什么呢？一种法性故，第二呢圣解故啊。这就是我跟前面所讲的，法性呢就是地识，圣解呢就是地神啊，神地啊。那我又有一个说法，要大家好懂。这个圣洁就是佛性，啊，佛是觉的意思，是智的意思。啊，知根觉，那不就是前面所讲的神地吗？啊，名词术语不一样，意思是一样。
说：“欲夫有出无后啊！”啊，欲夫是凡夫啊，凡夫有发心，没有圣洁。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他佛性迷了，他不觉 他不觉的时候啊，这是发性。因为这个一切有情众生跟无情众生没有差别 但是无情众生他不会觉悟啊，有情众生他会觉悟这个觉悟要靠什么呢？靠教。所以诸佛菩萨来帮助来教导那么这些有情众生接触佛菩萨之后，可以把自己的佛性引发出来那你就觉悟了。纵然迷得很深，业障习气很重，不要紧，业障习气总有消除的一天但是这个时间很长，也许是几千年几万年，也许是几个大劫，几十个大劫甚至于无量劫这叫时间之长但是总有一天他会从迷里头转醒过来那我们要问，当然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他怎么能醒悟得过来呢到底要什么时候他才能觉悟过来呢？其实问的是别人，真正意思是自己，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觉悟过来？善导大师的话说得好我们知道善导阿弥陀佛再来那不是别人慈悲到了极处他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头观经四帖书是他做的上品上生章这个从前我们都很详细的讲过，他说的话总在于语言不同所以语言要珍惜如果这个语言殊胜语言不外乎两类这都是讲增上语言，一类是人事，你遇到真正善知识，你遇到真正的红传正法的道场这个元素是哪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迷失自己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纵然有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迷失自己的纵然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真的没有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呢？那现象是视线，视线呢魔来扰乱告诉我们佛不在世
正法道场也是龙蛇混杂了，你自己要觉悟啊！啊，找到真正是十全十美的道场找不到，佛来示现也不行。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提婆达多，有六群比丘啊，道场里面的人要捣乱的，那些人佛菩萨示现的，用意很深很深呐、啊，是教诫我们后世真正修佛人不要被这些境界动了你的道心，用意在这个地方啊。佛真是慈悲到基础啊！为什么？特别是讲到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而且对佛法啊半信半疑，口是心非，口里面是佛，心里面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我们知道，那是业障非常非常深重啊。他造的这个业造得很重，他将来的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阿鼻地狱去消消他的业障啊。将来阿鼻地狱里头业障消除了，他出来了，会遇到佛菩萨度他。他要经过很大的苦难，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啊。啊，那你真正明白人，真正修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啊，你决定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啊，你把它放在心上，你错了。啊，你也不会去。真正去做义啊，就是有义啊，要去帮助他，去拉他。为什么呢？你拉不动啊，佛菩萨对他都无可奈何啊，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他？所以道人心要定，看到他堕地狱，我们要发愿，等到你地狱罪受完之后，我再来帮助你，这就对了。啊，这是真正的慈悲心，真实智慧啊！啊，现在说他回不了头来。如果他善根深厚，他看到你的修行，触动他的善根。他觉悟了回头来了，那我们知道他善根起作用啊，那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的善根一向被迷啊，迷就是没有遇到善缘啊，啊遇到善缘的时候触动他的善根啊，他要是认真真的觉悟，认真努力啊，弘护正法，他这一生肯定成就啊，这一生的成就决定是在念佛求生净土啊。说老实话，其他的法门不容易，为什么呢？要断烦恼啊，就是我刚才前面所讲的，要把内心那个对立要化解掉，要消除掉，这很不容易啊！啊，你内心里面的对立不能化解，不能消除，你修行修得再好，也不过成个阿罗汉而已。啊，你能出六道，你出不了十法界。
不如念佛啊！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超越十法界，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出十法界，诸位也晓得，法身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法身菩萨啊，你看看四十八愿，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借作二维月智菩萨，那这还得了吗？啊，什么叫二维月智啊？二维月智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退转菩萨，啊，这个不退转是七地以上，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你才得到啊。所以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这就是善导讲的与缘不同啊！你这个缘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那么今天这个地方这么个小道场，你不要小看它，这个小道场如果真正是如法啊，这个里面这个红户的人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了，这个佛法里头要是有个十几二十个人往生了，这个护法的人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如果在此地这个护法的人都不懂佛法，所以无论是红护啊都要通达明了啊，啊，所以听经重要了啊，我们这里的有几个很用功很努力的同修啊，我知道啊，每天大概都是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听讲经啊，他们在听这个光碟啊，这是什么？这善根发现，这真正觉悟了啊，以前疏忽了，听得太少了啊，是很热心的来护持佛法了，但是对佛法不懂啊，外行啊，啊，现在尝到乏味了，啊，真干了，啊，所以卧补啊，他来给我讲卧补，啊，非常有效果，啊，这个效果很明显，妄想少了。为什么呢？他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他要读经，他要想经典里面的东西啊，尤其是一天有八个小时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打妄想啊。那么多余一点的时间，他还有日常正当事情他要做啊，纵然是家庭主妇，他家庭家事他要做，没有时间去打妄想，也没有功夫啊去搞什么分别执着了啊，这个样子的训练啊，严格密集的训练，能够有两三年他功夫成就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自在往生了，他想走就走啊，他不想走，他爱住几年就住几年，他没事啊。啊，说什么灾难来的时候，因为他不相干呢，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人是真正的度了啊，自己得度必定能感化别人，感化什么人呢？感化善根成熟的人，善根不成熟的你赶不动啊！啊，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力不到啊，是他的业障太重了，罪孽太重了啊，那个罪孽轻的，业障轻的都会被你感动，都慢慢的都回头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自度而后才能度他，
自己未度，要想度别人，经论上常讲无有是处啊。那还有一等人，心里很慈悲，总想进去度别人，这是妄想，这是错误的。心是好心，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自他都不能得到，因为这常常想帮助别人呢，想度别人呢，把自己度自己的这个时间跟功夫耽误。我们说个最明显的，你很容易觉察到，你心不清净。真正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清净心，时时刻刻不能让自己的心乱了，不能让自己的心染污了，你要保护这一点。所以常常想到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总不能够受伤害，一丝毫伤害不可以受。别人怎么做法，那是讲的个人因果，个人负责。我自己做好了，我是个好榜样，你们大家看看，佛法值不值得学习？你要认为好，真值得学习，你的善根发现，你回头了。你见到还是麻木不仁，那我就晓得你的罪业很重，太重太重了。你这一生，你回不了头，你必定在卧道里面去消业障。这个卧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你在这里都消业障。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到你业障消除之后，我再来帮你忙，那个时候没有问题，我决定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诸菩萨，我们有缘呢，佛不度无缘之人呢，我们有缘，到时候你的善根快要发现的时候，我一定来帮助你。真慈悲呀，真有智慧呀！所以度众生有时界因缘，这个不是讲不慈悲，这是没有办法，现在自己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必须到达极乐世界之后，我们才会拥有这样的智慧能力，才能真正帮得上忙。《瑜伽师地论》里面讲这个二元明谛就是发心呢跟这个圣洁。凡夫有发现没有圣洁，圣二举故，圣人，这个圣人主要记住法身菩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以上发现圣洁统统具足，所以称圣地呀。四圣地圣跟地介绍出来了，后面还有个四，这前面最前面个是四圣地，四为苦集灭道这个四种是总云四圣地，总地来称四圣地，这是代数舍也。
所以这个品题它上面带着有数目字啊，四种圣体，清凉在抄里面，有个注解，这个我还没有看它，但是跟我讲的完全一样，那就是法性是第十，圣洁是神地，那么这十，把四圣地这个名词介绍出来了。那这四个就有苦集灭道了。什么叫苦？什么叫集？什么叫灭？什么叫道？这个不能不说说。下面清凉大师就要给我们一桩一桩来做说明。我们真正通达明了了，在学佛过程当中能够掌握到纲领啊，这容易下手了。行门最重要的是总纲领啊，抓到这个进步就很快，抓不到纲领那就很困难啊，所以寻知择业你学得很苦啊，很不容易有成就。现在时间到了。